着光，是谁在我脑海里那微妙的想象，盘算着模棱两可的计划，过着爽微笑诱惑着坚强。因为我戳破谎，一步一步深陷在时间的掌，一丝柔柔无所顾忌咬着伤，却又细腻入微不低头的介入过往。 All right. Who's in the mirror baby? Who's in the mirror baby? 处理环境如何去找真实的面孔，谁能承受我？搞什么？在找资料。找资料？需要关到这么暗吗？啊，找什么资料这么神秘啊？玩 game 是吗？还说找资料，无聊啊你。这里有50000块，你拿去还债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呢？钱是我和公司借的，我会慢慢还，不用担心。对不起，要你为了我欠了一生的债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还回给你。最重要是你和孩子没有事。我想清楚了，也考虑了很久，等这件事情解决以后，我会跟他提出离婚。离婚？你想清楚了吗？我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，即使今世是来还债的，都已经还清了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到时候你会帮我的，是吗？见了，你跟着我想干嘛？我警告你啊，别再借救老婆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现在才来当个男人有什么用？你女儿生病进院，病得只剩下半条人命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老婆走投无路，在酒吧当陪座被别的男人摸，那个时候你又在哪里？就连借了地下钱庄的钱，你也选择躲起来，让老婆和女儿去面对承担。身为男人，我真的替你感到悲哀。这是我家事，我爱怎么对他们就怎么对他们，不用你管。没有责任心的男人我看得多，不像你这样无耻又自私的，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。温喜当初是瞎了才会嫁给你，你没有资格当她的丈夫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让温喜两母女受到你的伤害。你好，这位置。
在等谁电话啊？连上课都这么不专心。让我猜猜，我们一向心如止水的林诗薇小姐，除了画画之外，应该就只有梁伟明让她最挂心了。你们两个怎样了？吵架了？没什么。难怪这几天心事重重，真的吵架了。因什么而吵？吵得厉害吗？哎，你这人就这样，什么都放在心里面，不肯说出来。我们两个是好姐妹哎，虽然你说出来，也许我帮不上忙，但最少你可以发泄一下啊，要不然。很容易得到忧郁症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只是关心你而已。总之你要记得，如果想找人倾诉，我就做你的聆听者啊。其实那天我也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情绪完全不受控制，可能是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我一时无法接受。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，其实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其实有了个小孩，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很常出国，一出有几天。有了这小瓜，自从我不在的时候，他可以陪着你，这样就不会寂寞。你真的愿意接受我们的孩子？反正都已经成了事实。我们就顺其自然吧。老公，哎，我要你替宝宝想名字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放过我吧，你才怀孕两个月，是不是太早了点啊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答应你会想一个包你满意的名字。好吧。你知道吗？自从有了 baby 之后，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不一样了。 baby 呀 baby， 你就安心的在妈妈的肚子里成长吧。妈妈答应你，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和爱护你的。爸爸也一样。对了，老公，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把画廊的课减少，专心的养胎。我觉得这样对宝宝比较好，你觉得呢？以后我也会减少工作量，多点回来陪你们。那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？我们不是有了共识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就提这个？你呀，刚刚怀孕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应该多加照顾身体，尤其是起居饮食方面要做出调整。知道了。我买了一些燕窝，燕窝里面的高蛋白质对胎儿成长会有帮助的，我拿一些给你喝。对了，老公，我想把楼上的客房改造成婴儿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决定吧，我没意见。
那你觉得墙壁应该有粉红色还是粉蓝色啊？设计的东西我不在行，你拿主意吧。那好吧，我就自己决定，到时候你可不要反对哦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想上网找一些设计图做参考。你知道电脑的辐射有多强吗？对胎儿不好的，以后你是少用这些电子产品吧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紧张，原来你比我更紧张。来，这杯我把它喝了。正因我把它喝了。下星期我会出去一趟，可能去东马还有印尼，应该要十几天才会回来，所以我买了很多燕窝在厨房里，记得每天要喝。谢谢老公。你怀孕了？他们说现在不能说，孕妇怀孕不超过3个月，如果告诉别人的话，小孩可能会小气的。太让人惊讶了，你是伟明不是不要小孩吗？你是怎么逼他就范的？其实我们上次吵架就是为了这件事，不过还好到最后他还是肯妥协了。这样不就好了，有个小孩一个家才算完整嘛。你现在几个月了？现在快2个月了，可是还有些不习惯。还拿这么多重东西，我帮你拿。还好了。小心点啊。你看好看啊、哦、可爱。多搞这套事。喂，我流了很多血。思维，思维，青子，没事吧？病人情况怎么样？你是家属吗？不是，我是他朋友，他丈夫在国外联络不上。病人已经脱离危险期，应该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。知道流产的原因吗？暂时还没办法确认。一般上导致流产的原因有很多种，可能是胎儿染色体出了问题，也有可能是孕妇本身的胎盘和子宫异常，又或者吃了一些不适当的药物，都有可能造成流产。燕窝里面的高蛋白质对胎儿成长会有帮助，把这燕窝给喝了。你真的愿意接受我们的孩子？那些都是假的。不是说好不要小孩的吗？什么叫意外？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女人，啊，另外那个女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不想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打算要过孩子啊。所以他把我们的孩子给杀了。那好，我就去找别的男人。你疯过了没有？他们杀了我孩子，他们杀了我孩子，他们杀了我孩子，他们杀了我的孩子。好，他们杀了我的孩子，他们杀了我的孩子，我要抢回我的老公。医生，我要抢回。思维希望我们继续查下去，他想知道小三是谁。但是以他目前的心理状态，
如果我们真的找得到小三的话，那到时候他可以 handle 吗？对啊，大老婆的复仇是很可怕的，尤其是当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。你认为呢？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查下去，不然他也一样会找其他人。而且我跟他是朋友，我们之间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与信任，万一他出了什么状况，我们也比较可以观察得到。而且他也说了没恶意的，他只是想知道那女人跟自己丈夫关系到底有多深，好让他给做出最后决定。他打算让步啊？不知道。一个女人走到这种地步，又无依无靠，的确是很可怜的。浩龙说的也有他的道理。既然这个 K 是由我们先开了头，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。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先提醒你，林思威是你的朋友，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不然会失去你客观的分析和判断。这是我的经验。明白。不要感情用事。那你，你需要用蜡板令吗？喂，人家怀疑老公害自己流产，又不是害你流产，你激动个屁！我不激动就有鬼了。你们两个男人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再怎么说，那都是一条人命。如果梁伟明真的是做出这种事情的话，那他就等于是杀人凶手。你那个前女友，我真的是搞不懂的，她到底在想什么。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又有才华，经济独立，柔情似水，哪一种男人不会死在她的手？她偏偏要选那种人渣。如果说爱情真的是盲目的话，那么她就是最佳的典范。醉过方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，爱情是盲目的。你在说你自己吗？来，第一，思威的想法未必是对的，就像医生所说的一样，流产可以有很多原因。第二，梁伟明虽然有外遇，除非他早有意愿想要离婚了，不然他没有理由，也没有动机会这么做。这么说来，一切都要取决于他那女人的关系有多密切，才能够证明他到底有没有动机。难怪你的前女友要重新启动调查，只是不知道当我们真的查明事情的真相之后，能不能接受到那个结果？梁伟明现在还在国外，多几天就会回来了。总之等他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又有的忙了。来 ，Ready。Hi，Miss。哎呀，那这个就是我要介绍你的防晒油。这有什么特别？这支啊是全天然珊瑚萃取的防晒油，一般化学防晒的成分啊是会导致珊瑚白化及死亡的。严重影响海洋生态，这个 Ocean Breath 就不一样啦。你查了它，从你身上脱下的防晒成分是可以被生物分解的嘞，就完全是环保考量。有很多专业的潜水员都是用它的哦。喂，这么晚了还回公司做什么？不如明天再谈了。打铁要趁热，叫你回就回啊，讲那么多。看什么看啊，没美女啊，上车啊。你 OK 吗你？最近老是精神恍惚，心不在焉的，你要看医生吗？我 OK， 走吧，回公司。反应还不错。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本来是可以好好利用，只可惜会咬主人的狗，不能留。
Hello， 又在看什么？不用开会。啊。那两个女的说的 Ocean Brief 就是这款防晒油，跟镜头里拍到的是同一个品牌。我记得那女人，她的行李箱上贴满了各种潜水的贴纸。熟？这不是一般的防晒油，这是特别为了保护水质，尤其是保护珊瑚所设计的。平时没什么潜水的人根本都不会知道，所以这支防晒油再加上那女人她心里香香的贴纸，我敢大胆的推断，这女人跟潜水一定有关。影片里面那女人有提到说，她9月1号到9月4号之间在 PJ 有课程，还叫梁伟明如果有空的话去陪她。这么说来，这个课程很有可能就是跟你说的潜水有关，而且他说在 PJ 有课程，完全没有提到回家什么的。他会不会不是本地人，所以两个人才会约会在酒店偷情？今天是8月29号，离9月1号还有3天，能不能够在3天里找到 PJ 区所有有关潜水的机构？你的强项，加。小姐，请问林思威住几号房？好，请等等啊，在2A01。谢谢。我一接到电话就马上赶过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陪在你身边。不吃饭，你不喝东西，这样子不行的。我知道你很伤心，很想保住这个孩子。可是这是一场意外，谁也不想的。不要伤心，你还年轻，把身体弄好，要怀孕也不难的。不要哭，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有我。我已经跟公司请假了，接下来会陪在你身边。你不吃东西，是不是医院的东西不好吃？我到外面去打包给你，你先休息。是关心我的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一定是因为那个女人，如果没有她，你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守在我身边，一定会。你一定是梁先生吧？我是韦浩龙。你是来探思维的吧？是啊，那天是我送思维进医院的。怎么会是你送他进医院的？我们是老同学啊。老同学？怎么我没听他说过他有位老同学啊？更何况在紧急的时候会联络你，真让人感到意外啊。意外的事情还不止这些，意想不到的还多着呢。我跟思威呢，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联络了。碰巧呢，那天就在商场外刚好遇到，这不叫意想不到，叫什么？更意外的是啊，我上几个月刚好上了公司培训的集训医疗课程，那就我们公司和政府医院联办那个。是啊，那个课我也有上，我是他的同事。那天我刚好有跟他提起过，没想到过几天他就真的打来跟我求救了。看来我还真要谢谢你们呢、只不晓得你们是干哪行的，怎么那么有时间呢？能够在上班的时间还到处跑的，除了市场调查员就没有其他的吧。我们刚好在对面的商场做调查，所以就抽空来看看思维。
苏玉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我看你们还是不要打扰她，给她好好休息吧。哦，那走了啊。好，走。那等她好点了，我们再来。嗯。喂，到底对人家做过什么？为什么我会闻到他对你有一种浓浓的敌意？杀手心理。什么杀手的心理哟？当你每天都在杀人的时候，你最怕的是什么？被警察抓。你才被警察抓。你当然是最怕被别人杀了。他自己有外遇，最怕就是老婆对他不忠，更何况是遇到我这种优良品种。哪有人像你这样一直找机会称赞自己的，恶心！哎，其他人我不知道了啊，但是跟梁伟明这种人比呢，我对感情至少更专一一点。不要再吐了啊！这里已经是 PJ 区的最后一家潜水学院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开车如果一直降这的话，旁边负责看资料的人是很容易会要吐的。Zero 调查到的呢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如果我们还是找不到人的话，那么我们可能就要重新调整调查的方向。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，也就是说那女人今天开始上课，能不能有发现就看我们配合的像不像。又要怎么配合？再怎么说，我们都算是郎才女貌吧啊！你和我呢，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而且还要是新婚那种。老婆大人，请下车。哎，演戏就要演全套，我们是 professional 啊。老公。我们进去吧，老婆，走吧。那既然是新婚的话呢，那就要再亲热一点会比较好了啊。哎呀，亲热是吧？嗯哼，好啊。哇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两个刚新婚啊，想要去马尔代夫度蜜月。哎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潜水的基本课程什么的？真抱歉，新班的话最快也要下一个月才会有。嗯，老公，如果不能潜水的话，那我们去马尔代夫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都知道了，度蜜月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啊？如果你们真的非学不可，可以考虑预约个别教练，不过呢，收费比较贵。价钱不是问题，对吗，老公？对，我要个别教练，个别教练好，个别教练好啊，一对一比较能够专心嘛，对吗？哎，这样你这里的教练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男的。有问题吗？老公。我呢，就不大喜欢别的男人啊，跟我老婆太 close 了。神气鬼。你懂吗？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真的没有女教练，帮不到你们。真的没有？没有，很抱歉。喂，走那么快干嘛？谢谢你。哎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走那么快干嘛？谢谢你。哎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，谢谢。你有没有想我？不想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好，我就去找别的男人。那把声音？没错，就是他。那天我追出去的时候，看他的行李箱还有那些贴纸一模一样。他就是梁伟明外面的男人。哎 ，Jenny， 你怎么拿行李来了？因为班机 delay 了，害我酒店都没 check in 就赶过来了。没关系啊，还来得及。要不然呢、啊，今天课恐怕要被取消了。不如你到里面去准备下吧，行李交给我就好了。谢谢你 ，Eric。不客气。老公，你看。
好了好了，怎么你们还在啊？公 ，OK， 你这可能就不对了。你刚刚说没有女教练，那个不就是女教练吗？她是潜水教练没错，不过不是我们中心的合约教练。再说啊，她的课已经满了，我要怎么介绍给你们呢？老公，不管我要我就是要。好了，你去帮她帮忙嘛哈，帮我找那个女教练了。那，如果是你不方便的话呢，你把她电话号码给我，我私底下联络她。好吧，如果你们要私底下联络，我是没有意见啦。你们稍等，我去拿她名片给你们。去。耶，谢谢你，老公，你最棒了。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M 卡都让我们找到了，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啊？哈？喂，干嘛你？人都找到了，证明我们没有白跑一趟，干嘛心事重重的？你有没有发现Jenny有什么不妥？没有啊，除了身材健美让我有点嫉妒之外，她也不过是女人一个。我是指她手上的戒指。戴饰物也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可是那是一枚戴在左手无名指上很久的戒指，皮肤颜色深浅不一，这样的戒指会让你联想到什么？结婚戒指。如果你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话，那Jenny就是一个有夫之妇，这就是说这不是一段简单的三角关系，而是更复杂的四角恋。是的，个别看他们的样子，还真的看不出来原来他们关系有那么的复杂。人都已经找到了，是不是可以收工了？ Client 要我们找出第三者，而我们也找到了，照理来说任务应该完成，可是现在的情况比想象中更复杂。我想我们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要把事情弄清楚，先找出 Jenny 的丈夫是谁，什么背景，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跟林思维说。赞成，从一开始我们的初衷就是让客户做出最对的决定。反正都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， I don't mind knowing more。 Zero， 好吧，交给我。站住，别跑。站住，开门，开门，我叫你开门，听到没有？家伙有路，我一早就看得出来。没想到这么不要脸，还想跟我离婚，你要离婚可以，你就别想再见到雪儿。我是不给雪儿你的，你那个不关心他，他跟你只会更惨。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们好不好？你不给雪儿我是吗？好，我就直接开始你们，然后自己自杀，大家一起死。查到了，完全没难度，我保证结果一定让你意想不到。意想不到那么神秘啊，会是什么人？名人？政治家还是大明星？不是名人也不是政治家，他只是一个 nobody。 再猜猜看。哎呀，大马人口逼近3000万，但是华人就已经600万那么多了，你叫我怎么猜啊？我叫你猜自然是有机会猜中，不用600万人那么多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Bingo， 恭喜你猜中，是不是很意外呢？好，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。喂，温喜，我跟他说要离婚，他好像发了疯要抢雪儿，他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你先别慌，你在哪里？我现在赶过去。我们现在房里不敢出去。喂，温喜，温喜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！雪儿，雪
们绝对不会让孩子去叫人做爸爸。妈咪，不要再叫妈咪，她不是你妈咪。跟妈妈走，走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把雪儿抢走，他把雪儿抢走，你帮我去找好不好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冷静点。你告诉我，他把雪儿带去哪里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他们才刚刚走，你帮我去找，不然我以后都见不到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把雪儿带回来的。阿忠，阿忠有本事的话，他太太就不需要去做陪酒女郎了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每个男人都 ISBM， 你也不例外。什么 ISBM？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Sex, power, and money， 每个男人都爱。有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就不应该伸手去拿。小孩子都知道路不拾遗这个简单道理，你多拿了人家的5万，你就需要付出代价。重要的是你现在的难题我能帮得上忙，只要你答应帮我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。我暂时只筹到5万，剩下的吃现在给你。少个5万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也是一时有情。你给一点的时间我，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相信我。这个当然，我从来不做亏本生意。你拿了我的东西，你就要连本带利还给我。嗯？一定会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好，那就先还这利息吧。你们在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不要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刚刚还过了利息，现在是时候还本钱。不要！黑暗中眯着光，是谁在我脑海里那微妙的声响？盘算着模棱两可的计划，过着爽。微笑诱惑着坚强，有没有我戳破光，一步一步深陷在时间的掌，一丝柔柔无所顾忌咬着伤，却又细腻入微不低头的揭露过往。 Alright， 现实幻境交错的我是犹豫不决或义无反顾的走，电视城市的梦幻境一触即发，久违的骚动，这是我吗？我的记忆说怎么可能是我，我的镜子在说，即使咬牙切齿绝不退缩，你却依旧藏身记忆背后。 Who's in the mirror baby? Who's in the mirror baby? Yeah
幻境入口，虚假真实的面孔，谁能承受我？